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。家长，蔡老师昨天只布置了十张卷子。哎，十张好像很多了啊，根本不够写啊。就是每次都布置那么简单的题，怎么回事啊，老派？20本练习册全都写完，卷子不好编啊。哎，明天再订一批新的教材。同学们，互相检查一下昨天的作业。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哎，下课了，我先走了。大家呢？那这本这个新的，请求求你们不要再提前写作业了。庄子，你还有没写完的作业吗？给我一本。这样不好吧？放心，老师去年的练习册都还没改，不会发现的。嗯，谁说的？是我是我，老师快罚我抄作业。我太难了。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这么早就起来写作业？对呀，有作业写，傻瓜才睡觉。二班的等一等啊，一班的作业还没用完呢。哎，同学们不要出去买作业，老师我干不完了。是谁掉的作业？哇，全新的！全都给我，全都给我了！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管了！我只要这本。哎，那妈妈只能找黄牛买了。暗号。握握头。1.4元。嘿嘿。来去吧。这就是崭新作业本的功夫。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3。哎，最喜欢的作业，机票开始。我宣布，第一名是数学，你就收到了28,200分作业。我们将举办数学作业周，太好了！戴吉，你想写什么作业？解方程、乘法口诀，还有三角函数，多给一些。大家起身！连作业写了，我已经连续死没碰到作业了。哎，给他看看作业吧。哦，这是作业，我痊愈了。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4。完了，学校放假了。怎么这么不开心？哎，作业布置的太少了。跟我来。妈妈，这些是啥？妈妈给你准备的寒假作业。这是唐诗五味手，10年高考60年模拟，1000万个为什么。够不够？不够再给你报补习班。谢谢妈妈，我的寒假好充实。我整天窝在家里写作业，出去找同学玩。你终于来了！作业带了吗？你只准写5题，不许多写。好啦，快点！新年好啊，帅子，这书给你读。太好了，是数学作业，谢谢阿姨。这是大学作业，你还小，妈妈先帮你收着，等你长大了再给你。不要，我马上自学大学课程。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小吉，今天你点外卖吧。哦。您点的50份苦瓜。啊，
点这么多苦瓜干嘛？买五十份就送作业呀、啊！作业呢？作业呢？作业呢？作业送完了，陪你一只大龙虾。我要作业。还是上网找作业吧。这题选 C。这题。我小时这么快，你怎么还能写？哼哼，妈妈帮我注册的。爸爸，身份证借我用一下。这是达芬奇怪的作业，五块起拍。六块。九块，成交。嘿嘿嘿嘿。被人写过了。哎呦，不得了，是汉尼斯坦的作业，全新的，开始拍卖。五块，六块，七块，二十，成交。再送你一支状元笔，一共28200。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六。小学生之手，我也是坚持的安机。对决开始。橡皮空丢，嘿呀！五比六二一，乱学！叽叽呀，这是爸爸给的2,820,000，拿去开公司当总裁。我不要当总裁，我只想安心写作业。85+7=1。叽叽呀。开公司要看好多采访，每天都要算钱，能做好多数学题啊！哦，那我要开公司。哦，一点学习的氛围都没有。快进来陪朱总写作业。是。哎，朱总，我帮你写吧。朱总，先喝茶呀，朱总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想有同学跟我一起学习。诶，那就用汤米自习室跟赛季瑞比一起学习吧。太好了，还真棒啊！总裁的快乐啊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七。写不完，太好了，我也要加入写作业社，请排队申请。这么看好，我得排到哪呀、啊？目前队伍排到黑龙江了。哎，欢迎来到这耶马拉松大赛。我要去过问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可恶，笔没水了。是时候使用我的祖传状元笔了。三级！为了作业，胖达，你怎么了？我正在爷爷传给我的作业，准备到了。我的作业分你一面。我的也分你一面，这本给你，这题给你，刚好有些题不会做呢，交给你啦。你们大家，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八。请问您的心情如何？存了2年0花钱，终于等到今天了。我是作业狂，已经写了好几年作业啦。我要买100套。哎，本次推出的作业是数学13 plus， 有请霸老师为大家介绍。
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最喜欢数学。最新的数学作业，厚度只有0.3毫米，可折叠，方便随身携带。天哪，太棒了！采用全面屏无边框设计，还支持一题多解，每题多达108种解题思路，一页能写1整天。天哪，好酷啊！我们再来看看作业的背面，当当当 ！Oh my god！ 竟然还不提供作业答案 ，My god！ 妈妈，我要去买作业了，记得多带78本回来分给亲戚。别急呀、啊，哎，别急，哎，说你呢，别急呀、啊，排队呀、啊，你们。还有3天才开卖，怎么这么多人？人家6年级，上周就来排队了。啊，那我抢不到了。塞吉，这本数学13 Plus 送你了。谢谢老师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天哪，别哭，没有防水功能啊。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九，买到作业啦！你好，欢迎光临一丢丢作业部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要主科三兄弟，他们不但有题，双倍难度，去答案，再来10套语音双响炮。您的作业，哇！嘿，排了5个小时，终于买到网红作业了。老弟，考点啥？考英语。正宗东北英语听力考试，现在开始。第一题 ，Welcome to 东北 ，You must eat 酸菜猪肉粉丝。哦，爽啦！咦，考得好老，换一家吧。哎，不能提前离开考场啊！写作业哦，最久的到店写作业，终身免费。哼，给你上一课。哦，题目好难。哦，都好错哦。报告老板，作业被写光了。他们两个什么来头啊？天哪，他们是传说中的写作业爽乖小学生学习榜前2名啊！两位大侠，小店破产了。你们都别出去写作业吧！哼，一家能写的都没有，就是就是。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十。哟哟哟哟哟哟！这局盘大题很好，很新鲜，多来些。我别了，留一些作业给后面的人啊。快点！什么？为了作业？啊！我1秒钟能写10道题，1小时有3600秒，就是1小时写36000道题。我平均1天写作业20个小时，也就是72万题。写完数学大户需要7.9年。到高中毕业都有作业写啦！作业不是作业。35招。由于学生滥写作业，地球生态危在旦夕，即日起禁止印刷新作业。这就是你们疯狂写作业的后果。有了，你们写作业正确率不到10%，所以90%的作业是可以回收重写的。太好了，又有作业写了，你的青春回来了。咦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我的作业正确率是100%。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十一。还写，小心得近视眼。好难受啊！晕车吗？作业写完了，我要提。谁有提？我儿子快不行了。我是老师。我有题。
菜市场到了。别走，我要提议。老师在收集提议吧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由于学生滥写作业，猪猪省作业紧缺，教师人员不足，目前各地老师正在赶往支援。是卓叶，卓叶来了。谢谢老师。哎，都嚷嚷呀，齐看齐看。蔡老师，这孩儿已经一天一夜没写过作业了，快快给他练题。一至小明每分钟走六千米。不行了，风好大，都加件外套。衣服呢？怎么全是作业？我们把衣服都拿掉了，只有作业和打印机。你们，我们不留，只要写作业。带作业有什么用？能吃吗？胖达，快打印题给我！不要抢我的作业！假如学生喜欢写作业，我们将见证超级作业狂的诞生，冠军将赢得十奖作业场。有请选手登场。由于猪王子胖若两人，单独成组。哇，学生们由于长期暴写作业，右手异常强壮。那我们将通过丢铅球检验他们平时的写作业力。哇，作业双关和作业鬼才进入终极对决。作业场是我的，作业马拉松对决，预备，写。不愧是作业鬼才，猪王子率先取了优势。鸡鸡好棒。哇，作业双怪居然自己出题铺路，超劲道！作业怪，作业怪，那么多作业没写，好可惜。作业双怪居然不忍心看到作业没写。比赛结束，恭喜猪王子成为作业狂，获得十佳作业场。有写不完的作业了。